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家姐啊，家姐，请大家跟注会归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。 我地主妙音，施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中尊；皈依檀摩，利乐中尊；皈依精卡，诸众中尊。阿夏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施从今日。 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中尊；皈依达摩，二教中尊；皈依正教诸教中尊。阿、啊、下礼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是将经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，两教中尊；皈依达摩。 二月中尊，皈依正教，诸将中尊。请看大经《科注》第九百三十一第一行啊，科对见理真实因果。 分两小段，真实因果。第一小段呢，第一首音；第二小段，赢得乐果。咱今仔来看个题，就知影讲？即节的经文的内容。来用 我相信大家跟我同款的欢喜、叹为已尤。再看经文啊，第一个小段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所以。 一些种种困苦，殊无干利。这个话是真话啊，一点啊都未记，时间隔太紧，一百年一旦之间啊？ 年轻的时尊，他偶用小爱、小声呼，感叹人生，觉得作为人二十岁前。 人生的春天，好啊，幸福快乐。二十到四十是人生的夏天，四十到六十呢是人生的秋天啊。 六十到八十是人间的寒天、啊，春夏秋冬四季，只啊讲到八十岁，八十以上的是无罪啊，真少。有几个人会通活到八十岁。 所以古人感叹，系讲人生七十过来去啊，就真少咯。啊，现在人的寿命，啊，那像七十、八十，没少啊。这是好现象，说明什么呢？人有福。

我李桂兰两千五百年，减二十五岁，一百岁减二十五岁，七十五岁。啊、呃，对下苦的人来讲呢，救命，延长好寿啊！但是。 随缘长，并不是讲尽罪，一定要掠掉。这是树荫，一句话好啊。即、這个法门诶核心呢，能对。 净土圣贤录，往生段内面去看，真正做人诶念佛时间无长啊，十年、二十年啊。 你若拿相去看，会看到一个现象。即、这个现象是甚么？无管伊是甚时阵，恶佛、念佛，大概啊念了三年、五年啊，伊都会往生。所以过去也有一个法术，法号叫做法用。 你系跟我差不多，就给比较较杂。我阿弟大把法华师讲经，伊每讲拢来听。有一讲就问我一句话：讲伊读《往生传》，真正做人拢是念佛三年往生的。伊讲是不是？伊个。 寿命够咯。我听了后甲伊讲，这无合逻辑。为什么？哪有遐年拄好，三年拄都我好伊寿命够了，袂当讲无啦。但是我相信无罪。 为虾米三年都会往生呢？你看，或者功夫成就啊，有够条件去往生咯。阿弥陀佛，一般拢会送信息活力啊。 高丽的这个功夫呢，净土法门内面称作功夫成骗那就是讲对仗较案弥勒师中，心内佛号无间断啊 真相信有净土，无怀疑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度众生。啊，无是一心一意，全球弘行，两三年功夫成片了。什么叫做成片？啊，就是讲。 心肝内只有阿弥陀佛的执念，除执念以外，什么念头都拢无。看清楚，未空的心来，听个清楚嘛，未空的心来，心来啊，只空阿弥陀佛，这个心篇，有几款的功夫。 阿弥陀佛，一定会上信息来，合你，或者是第顶中，然后的时经不做基金、啊、聊天，无做虾米念吗？嘛就快快打做，看就阿弥陀佛来了。 会来甲你讲，你还有偌久诶寿命？到时阵，佛来接引你，你心内欢喜啊。人现在虽然阿未去，迄边已经注册了。我句话讲。 叫了世界，七宝池中有你一朵莲花，阿弥陀佛，金刚说法大讲堂内面有你的座位，这个座位顶面都有你的名，欢喜呀，这毋是假。 在人当中，有未就关离婚咯，都求婚啦。你看早一点么我去好不好？我寿命不爱低咯。阿弥陀佛慈悲啊！一般拢总得传你去咯。即、这个，你讲念佛三年往生，才有道理啊。 符合经典上所讲的，所以啊，三两生真多啊！啊，直到现在，还有人。 看到佛要求伊，马上咯，佛讲：我三更来接你，我一礼拜来接你。为什么马上拽起呢？马上拽起，你家己得到利益，众生未得到利益啊！所以老鬼讲啊。 互伊甲伊个亲戚朋友同参道友，传一信息，我看了阿弥陀佛咯。三更了阿外要往生，三更真正往生咯。同参道友知影咯，郑重信心。看着啊，那么成就是真诶啊，毋是假啊。 这个功德无量啊！啊所以正业三好，最后一条讲了，发菩提心，坚信因果，都向大雄宽进行驾。对我们地主，你来好加抗议，什么抗议上好？ 王上诶信息伊讲，到时阵真正去咯，即、这个坑伊好啊，伊亲目看诶，即毋是假，即毋是迷信，伊去叫世界去做福去咯，能看即段经文，至心求愿。 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困苦，殊无干你，时间真短。这一世几十年啊，一旦制度过去咯。哇！二十六岁接触佛法，第年九十一咯。 啊！寿命，我相信，我无遮长诶。寿命，寿命是安怎延长咧？甘主话本啦，甲我讲诶，有好了后，发心恭敬教学。 即个功德延长了，我想看买马是真有道理啊。所以啊你，你修得真好，修未歹，会让做别人的朋友，往往。 阿弥陀佛，对老二咯，更你几大几年啊？多发中生，亲像海贤老和尚，伊修缘甲真长啊，一百十二岁走诶，二十岁出家，师傅都教伊一句。 妈妈阿弥陀佛，高大一一直个念落去，伊个老师听下话认真做，即果好好念了九十二年，对于二十岁念起，到一百十二岁亡身。 迄是咱有看到呀，我伫个宫殿顶面有看诶啊，然后黑熊的生平，伊个地主给写做传记，我冇读过。 你即个时代，逐个认为念个阿门是迷信，不容易接受。伊也来给咱做证明。一句佛号，念个功夫心偏，念个随心不乱，念个立心不乱。 九十二年啊，唔是短时间啦、啊。我深深相信，伊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极乐世界，至少十八亿以上。 啊，所以伊家叫世界足息个啊，讲好声声了后，欢欢喜喜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，阿弥陀佛盖约定接引你时间。 但是无指定到一工，但是甲伊讲，你什么时阵看着一本书？这本书叫做《荣耀护法经》《唯有经战争》，那我即对有啊，著、就是即本啊。 看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往生，一百十二岁今年，真个、啊，真正有一个信徒，揸这本书，你看伊老大人，老大人一个看。 我相信啦、啊，伊是逐工拢咧看，看有人炸珠来互伊无？互伊看着咯。伊的问伊讲，这什么珠？”即个地主讲，即本猪叫《荣耀护法经》唯有《精战争，伊总圣公蛋掉了，阿母娘诶欢喜啊。 等佢了房，甲伊上加喜爱诶加是长袍大衣。有汝摕到即本书，要求大家甲伊翕相。然后协商一生，从来毋爱有即个股东，拢是别人要求甲伊合影诶啊，你答应了。 伊袂拒绝，从来都无主动要求别人甲伊啊翕相，而即工真正特殊，逐个感觉真奇怪。但是无想著讲伊往生。因为即个信息伊无甲人讲，伊般人毋知影，只有伊家己知影。 看到这本书，后来来接印的，约定三更啊。第三更果然往生了，蔬菜往生，证明何故真神啊？ 甲你讲诶，无讲假话，无妄语，我定兑现。啊，第三天去暗，大家拢去困咯。伊果咧念佛啦，把人拢困去咯，伊就走咯。 到第二天透早上，请老黑尚食早顿，给一帮门子来拍开去了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咦、欸，辛苦老黑，困苦给人表演呢、啊，搞着两年啊。 伊也毋捌字，无读书，所以无念过一本经书，嘛毋捌听人讲经，一摆都无。用诶什么讲呢？著、就是师傅教伊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念个光伏芯片，我相信应该是第三十岁以前。我看到过去念迄个人，真正是一心无二念。 三年成就诶真侪，我会记咧深圳吴长枪，即两技术，听下讲，也不三年用心，为着闭关求用心。 立清尊，立关三年，过差两个月满三年，也都是讲念够两年十个月，永生咯无地喜极，自在永生，无边苦，往走就走去了。 黑化闹了下力，现在有动手该起一个塔，下力塔，嗯，技术甲咱做证啊。丁丁明讲的话，达古龙真实。 咱看两类注解：上端现生死轮回，犹可不绝；幻灵出离，是为业力所薄。顶摆咱学的，是啊，这阵即个阿摩尼佛，更难业力所薄。 咱生在这个时代、欸，个日子真艰苦啊！位维个款。 我就最在乎生活个未快乐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富而不乐，啊，富里不乐，贵里不安。咱来看中国历代。 历史，中国过年，伫全世界，喺任何国家作过来比较，中国人活喺世间，无论寿命长短，幸福快乐啊！ 为什么呢？伊啊，接受过圣贤教育，中国人非常重视圣贤教育，读圣贤书，学做圣贤人。啊，圣贤的快乐，甲地位、甲财富无相干。而中国代表人物。 自古至今，读书人谈起空颜自乐，空是空住，颜是颜回。也因当年在世无尽管的地位，马无在乎啊，特别是颜回，但是表现。 这款日子一般人是诶真艰苦啊，但是干会快乐啊，伊安怎快乐？问够得一个问啊，答案解答出来咯。哈里是实际。 也也好啊！你家里所有拢嘛做高了，快乐啊！学着孝顺父母，一生打刚尽好多；学着呗尊敬老师，对待。 你还比我较大，大我十岁，拢甲看作是老师，拢甲看作是长辈，对因恭敬，即内底啊有快乐。 正然是咧教什么伦理啊？家和家和万事兴啊！在社会上有技都有德，甲社会大众相处有德。 会受到诸位反对啊！中国人讲伦常，伦是伦理，常是常道。你须要遵守的啊，仁啊义，礼智信，这这是人啊，不仁不义。 无理、无地、无心，还是什么款人？还是禽兽呢？还毋是人啊？中国人只就爱互相矛盾，人跟人的关系。 怎样讲？尽年轮的这个责任，都是时时刻刻那个我想个单调啊，想是永远啊未变。这五理啊，第一个是林啊，林是爱人。 你个诚意，伊着爱顺利袂用随便动。啊，婆，理，啊婆义，人甲人之间都爱有利。 那对别人、对家己嘛著爱惜。啊！你、啊、会当生智慧，对人决定有信用，都、就是啊不盲目。啊，先人加什么？加思维，加八点。 这是社会普及教育，男女老少，人人拢遵守，社会将好啊！太平盛世出现。啊，咱今天今仔日呢？今仔日社会。 我人无咯，我人无咯，北京无亲爱。现在啊，不好比部诶，这一、个、路太醉太醉了。 地母，第你系老了，不闻不问，甚至讲老了，个伊也送去老人院去咯，伊在厝家己接收咯，老人无家可归。 哇！你啊，伤心路啊！利率唔知影，无想着啊！伊家己拿安尼做咧，伊老咯，伊个利率嘛是如发泡子，搞迄个性质知影咯，即个协会都袂服咯，你不好弥补。 你诶儿女无可能孝顺你，你无尊重老师呢，你诶学生都不尊重你。这是啊因果啊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那有福报。 在今下话的这时间，无论地位偌高，无论有无偌多在乎，给什么立志呢？靠，就是这字啊！咱是记起心中为一个乾坤福德。 你这一生拄着佛法，拄着净土，又难逢。有几人拄着呢？别讲别人，咱的亲戚朋友，有几个人？ 你却有搞了，有贵个人，两不求上心，你不知影啊，也佫伫即个社会咧创竞争，你就会想着讲有偌艰苦。 真正是苦不堪言啊，啊特别是伫现代这個社会，科技发达，科学方向偏斜，容易引得战争呢？战争带害人类。 是人类集体自杀啦！俄乌、中华战争无幸福啊，同归无尽。咱生伫即个时代，好诶来讲，是咱认唔清楚佛法。 咱对正宗深信不疑，咱来生啊有好诶所在通去啊！往生西方阿弥陀佛诶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无尽诶慈悲啊！即、这个代志，详详细细甲咱介绍啊！ 咱讲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啊，专门介绍给世界，一解。《讲经介绍的有两百外种经论啦、啊。 换一句话讲，时尊当年在世，跟大家啊念佛老翁先给了世界，以后是天啊天拢咧讲啊，不断诶劝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个法门是真实永固啊。 尽观之名是真因，极乐世界是真故啊！往生极乐世界定无成悔，往生极乐世界最后究竟成悔了，这要去到位去找。

咱这一生有啥物愿望呢？都是这几字啊：，厌离娑婆，欣求极乐，这就第了。啊，有一姓官之名，为一姓精英。 一行是上上乘法，比大行更较高了佛法来对讲修行，阿罗汉不积婚大行菩萨，一行是如来，祝福如来。 啊，姓袁其名，这四字啊是一雄真英。咱爱改也将恶刁啊，唔通疏忽啦，哎、啊，亲像海员老一先更换，战线。 这缘，求生的这个缘非常亲切，福好无中断，其名就是念佛、无心、无愿，连这个福好，这就是一心静音。 一心精进，是佛法的究竟圆满？那千万那个肯依靠下过去，各地世尊宽恕，这是往生切要。写下我的好关到。 懊悔难，真侪人唔知呀、啊，这也是王星的得意啊，这不得了啊！ 那那一要提什么呢？念念所要提诶都是这个。无想着讲世尊，伊好叮叮咚挂在嘴口的，关多难。 啥心？阮、知明、更难发出自家及他之大心，真正相信是自家，看顾别人是及他。 皇帝甲世尊拢啊，是共款诶，更念佛啦，毋是更别行诶。 两合并后，在刻本经之中，总是总记总处。是啊，即部经顶面讲诶最重要诶一句话，都是发菩提心以向全念。 我提是反顾，反正中国的艺术是刚恶，什么人刚恶咯？尽怨气名的人刚恶咯。老师念佛的人刚恶咯。甲符号未记的人就是被他颠倒。咱今仔日要安怎呢？ 念念袂当离开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拢总爱放下。为什么拢嘛是假？这个话还嫌老和尚天天的坑人，好好啊念佛，其他的拢嘛是假 下面念汝更难，计化大心，即用伊自省之心，即内善本以求得本源之妙故。什么是一项专念？ 心行到极处，都、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顶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爱的距离，刚我了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 叫人觉悟咯，还嫌老爷尚觉悟咯？一家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关门都放弃了，专修净土啊！你姓公咯，已经是往生咯。 真正去到极乐世界去做分咯，即、這个不得了啊！伊困咱，咱会记励，啊，认真去做写成本。 先的根本，即、这、是、个、用手来做比喻，手有根有本，而生机干，枝叶华果，所以人生成为根本。若成根著是人生先。 是一切显法。本经所讲的善本，啊，是什么呢？人生是万善。四处说法，第一显法，无边的显法呢？都是性观。 念佛，面啊，认真去做啊。善本就是善根啊，人心生出世间的现象，幸福咯，生世间的现象，你度众生。 大众、哦、生是大仙，无比这个较仙呢。对家己生活是大仙，无比生活个较仙的咯。虾米款的仙都袂当伊来比，咱来会记得呀、啊？啊！ 正满经常有讲，善本本亦因也，若以诸善为菩提根，故名为本。诸善是甚么？人心随方啊，无脚的世界，何必这个较善呢？人生。 叫了世界无阿弥陀佛啊！真正相信，连阿弥陀佛的生。叫了世界，无怀疑啊，无丢丢啊！只感觉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决定得生。世出世间嘅善根，你掠到咯；世出世间嘅善果。 啊！你一定会去得到善本呢。通名诸、啊、仙，别记亲名念佛，这句话要记了。 特别是赞叹圣愿之名，求生啊净土，这叫善本。这这类善本是啥咪？以讲专念，你敢无想咩？ 即讲搞含地下来接线呢，地下来累积，这四处世间一切线的大军大本呢，你要做无？啊，别安怎做呢？原来都、就是信、愿、持名，多念几句啊，弥。 阿弥陀佛，或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都圆满了，都完成了，因为听名念佛，正是往生，亦落之善本啊。 所以，这类善本正是啊，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，这个方向未弯弯，一直念落去，海贤老和尚跟咱念了九十二年呢。 咱看到咯，啊，一向专念，这就是一个方向，行极了世界路，啊，八万啊，四千法门，让何不人去行？我之处心安其名，修身净土啊。 依向庄念以下下面，释尊，甲咱阿讲给老子姓妙，祖姓弥妙，看咱有姓。 苏武甲为四十八分钟，即片刻呀、啊！真正对这个时间，较无只休息呀、啊。我勉力率领，以色困苦。 性观其名，犹如片刻啊！这个话，啥物人会去体会着呢？还很老一想，体会着咯。高十二你，如一弹指，你玩不玩咯？ 离开咱三年咯，也无剩我一万。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经文：赢得乐久」，修行是真实因顾 这是修因，赢得落果。咱啊毋通再啊错过机会咯？错过机会就得太可惜了。什物拢毋通去想咯？多想阿弥陀佛，你就丢咯。 就什么来骂错了？信愿念佛是咱这一生的第一大书啊，好听的大书。那其他好书，无缘的度掉，随以去，就好咯。 这个人都是精加干我啊，彻底干我咯。咱啲来回细看到的这三个，还贤老和尚、个耶稣爹、还清老和尚、个老母， 无读书，毋捌字，但是来认真干活咯。安安尼尔也着即个心宽气平，即、这个一生完不完成就啊？咱来看这段经文，这卡摩罗甲咱讲嘞。 有生，又是以后。现在你累积善本，至心求远积累善本，以后你一定会是去高啊，无量受果，无量受果著是叫做世界啊。 快乐无极啊，好不啊？难为不？真正为啊是假的？对于这个世间啊，故流乱呢，还是假？我们是真呢？是和流乱的都无。 你这世间记日子虽然呐、啊，有真好，无嘛真好。一句阿弥陀佛是唔能个断掉，好书阿弥陀佛，歹书也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永远都未变。 定啊，得生，直到今日世界快乐无极啊！故者来来讲，永不生世之苦，前世之苦是六道轮回啊！ 真是反解啊,啊！啊，无好苦恼之一环，咱呐未国再有苦恼诶，忧患呐，无路叫做世界无啊，就千万劫。 毋是千万年呢，啊，在讲著、就是无量寿啊。千万劫要有到头诶时阵，只是寿命长，无量寿是真个啊。有甚么款快乐呢？自在随意啊。 这和你祝快乐个呀！你啊得到大自在，然后往起过讲，念念如意，心想事成啊！咱来看。 两诶助盖，有生极乐，无量修果都是极乐世界。极乐无有穷尽，妙乐无边，超如十方无有众迹呀！我无极啊！ 假如什么方式乔贵，十方世界诶，如何差错，拢是美好诶，拢快乐啊！但是，甲记录世界拿来比呢，伊就差将远诶啊！所以， 没有种子，就是不生不灭啦。这是没有种子，这来对。 即来对要念，要有阎乐引用《如天的大师临空是宽心往生论文，这是天台宗祖师著作。 哎呀！伫这论来对，还有讲“金丝银华一枝之停，结枯骨一结”，这两句话好啊！爱甲伊几记咧。 这是讲，这个人有大智慧，有大福报，而个一生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到结处，还是帝王啊！但是在这个一生。 时间都无真长，若是讲要自作不善的业，还会结可够有意见咯，一点仔拢未记啊。唐太宗。 我知影诶，我相信绝对毋是假。诶。真正有这个人有即款代志，几落年前啊。 伊伫深圳，一个技术引导附体，即个技术真难得，甲伊落做一个功德，送来我遮来，互我看，这是历史上真正出名诶一个乌皇帝啊！ 现在啊，是伫做位伫啊啊，无间地界啊，人问伊讲，你是按怎去无间地界做无间地界罪？你袂当无对无间地界咯，虾米罪？害人啊！ 伊为一个抬什么人？中国人、外国人、中国人、外国人拢抬。为什么抬人？怕贱呐！伊啊，生在迄个年代，隋炀帝在位，隋炀帝,帝是步步进阶的。 之前享受百姓真艰苦啊，所以起义做饭的人真多。唐太宗嘛是其中之一，以后平定中原，因老爸做皇帝。 伊啊，家己是将军，是用武力夺来的政权，太让太罪啊！对乌干地界，安怎出来呢？伊家己去咯，地藏王菩萨给出来。 讲真侪话啊，真侪忏悔诶话，家己做错真侪代志，拢嘛讲出来。我也是安怎相信？因为附体来测我，时间无长，就几分钟，传一个真重要信息。 当连最重要的信息都是讲，我对这个信息肯定，没个怀疑。附体是真实的，而不是假。是啊，因为咱找到军事第一要，这是这本书。 我找三年咯，动态总编的，无人知影。我了做讲失传咯，所以你刚进的时阵有讲一的，毋知是毋是有人看到这本书，这个讲了個一个人有效，两三个月了后，过来有集的。 诶，我又、欸、这了两头加来好挂，这头真正破旧啊！另外这头是有干净的，厘径清楚，损坏无大。我请师傅印几万头。 送好全世界大行个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收藏一本书，为是团咯，是安尼保存呢？我做这个代志，我无想着讲要未来做。呀、啊，动态中团队信息互我，伊都是因为这项代志。 即个功德，地藏菩萨帮助离开地狱，来找我感恩啦、啊。我做即件代志，即、这个功德互伊，等来到人间来咯。甲咱啊上信息，甲我讲。 这佛祖会当救中国，会当救全世界。啊，救中国我是知影，啦。救全世界我是无想着啊。咱伫来伊提醒，伊提醒了后，我都去想着即佛祖希望全世界人拢会当读着。 要变安怎？爱改换作白话文，结果用白话文的这本，换作外国的语文。啊，咱现在已经有八种的语文的流通，有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俄罗斯语，伫东方有日语。 有韩国语，我马来语，连马来西亚、马来语。我是希望讲世界上所有这国家族群只要有文,文字拢中翻译即本书，互全世界人拢会读到。即、这个书诶内容是甚麽呢？ 内容就是讲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帮助咱个人、家己啊，这一生会当过加真快乐，过加真幸福，家庭和睦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事业顺利。 社会安定啊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咱未无？无一个无爱啊！我讲互外国人听，无一个外国人摇头讲无爱。拢嘛未，我讲拢未啊，拢伫即本书内底，咱好下来学习，甲伊学习。 哦呢，我到最后学你习习字，啊，落实到家嘅生活啦，你都会得到幸福快乐。落实到家庭，家庭就美满，就会兴旺。啊，落实到国家，国家富强，落实到世界，世界太平。 呀，所以哎，大量的欢迎啊！呀，今日第一行的大师是什么代志呢？哎呀，何止中国传统文化？ 传统诶文化代表是甚么？四库全书啊！咱们安怎好法？而认进去学习嘛咱有啊！拿来而汉隶而文言文，四库全书是用文言文写诶。咱都要有能力，才看有有能力通讲解。 有能力传播啊！学全世界人都會去读掉这本书咧，这本书太多啊！一个人读这本书，读一生，连一世人嘛读不完啊！全书你会要啊，总共这高诶一本。 能清澈，因为伊啊太侪太丰富，所以啊，东太宗成立一个小组，请六七位专家伫书库内面给所要滴，即系文理。 抄落来，变做一部书，叫“军书帝要”，是伊家己修新这家治国的铺垫啊。但一成就都是这部书，所以这部主重要啊。但是呢，也即个编排、机构、头前诶进条、进代。 后面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这一千多年，六条拢嘛无。那、啊、所以咱也有这任务，要编续篇，文书第二正篇，五十卷，五十万字，大同时阵完成的。 啊，今仔日咱要边后面诶，隋唐宋元明清啊，即六朝诶军事地要，叫旧嘞，嘛是五十卷，五十万里，将来进削合偏，一共是一百卷，一百万里，这是啊，数口专属诶精华。 四颗专书诶浓缩，他即步做咧，等于你著甲四颗全部拢读着咯。大学顶面所讲诶，首先这家帝国兵天下，你拢得着咯。即、这个兵天下是啊，是全世界国家甲国家。 做官甲做官，宗教甲宗教，拢会当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平天下是这个意思，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即是今仔日咱拄着诶头顶大事。在顶面来用功夫。 甲咱诶体力、智慧、能量来做即个贡献，即是无比伟大诶事业啊！唐太宗编诶啊，当时大唐盛世是靠即本《史记》做搞，以后啊失传咯。 伫中国失传一千偌年，啊，即本走去到位咧，留到日本去咯。因为东朝诶时代也无印刷术，即本书拢嘛是用手写诶。嘉、啊、庆年间对日本即、这个留登来中国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清朝是盛世，文书、京官。 啊，所以都无重视啊！后面国初年，反应一摆，我相信分量是无罪，所以到现在找无咯。啊，我甲即个信息透露互大家，做即件代志是今仔日最大诶事业。 我想到，但是家己智慧不足，能力有限，真正是心有余力力不足。无想到讲，去年我去访问英国，拄着威尼斯大学嘅校长，阮讲啊，真欢喜。 讲了三点半钟，就讲到即个问题啊，伊非常欢喜啊，伊要办汉行院来培养人才，对啦，啊无人才，啥人去做？还培养了解汉字，会当读文言文呢？会当写文言文诶。人，咱需要即款人。 五三十到五十二都教，咱来编辑下半波，下半波的材料有啊，你数学来对，你数学会要来对，好书啊，新书啊，但是怎样？新书的新书，仙中之先。 无过有性愿，老实念佛。哇、啊，八百字真心切愿老实念佛，八百字无丝毫怀疑，无丝毫忧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 无即个未成功呀、啊！古代的，就是宽心王行论即个为难必须都爱。 有尽觉心，迄著是金生应华一己之庭，皆可久无一劫，真可怕咯。唐太宗是一飘真诶咧，身为帝王之尊，政治清明。 得到后代人诶赞叹，因为太人太侪，也是会对无间地讲啊。若毋是讲即部《军事抵》啊，伊袂当出来。我也是无意当中去创即本书，无想着得到无比殊胜诶古博善伊即部书啊出版咯。 流通咯，反正家里做各个文理，根源是伊大仙啊，所以伊以后我相信伊袂搁再对什么多咯，伊离开咯。往生天做机会会啊。那讲有缘有合缘，伊就合门合法。 如果那拄着正中，就着信愿念佛，我相信一定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那所以现世困修殊无之艰，之间无长，一生无长，开觉会有三名。 但是讲哦，甲会有三明，就是了不得啊！三明是如来呀，呃，精雕啊。第二、啊、菩萨阿罗汉叫六通，三明就是天眼明、香妙明、脑筋明。 而是啊，菩萨的这个六通啊，达到啊究竟圆满，这是就是、这个、一生困修的因啊，感到未来的这个果啊。大因小故大，小报时等。 凡得用心者经文，永保生死之本；如何苦恼之患，修千万劫自在随意呀、啊！这文啊，念到，自解这部大经。 用了几多年的时间，他的真正做跟不良修经有关的经论，作书带这的著书，所以后面那里看到的，书经论。 有啊，八十瓦种。啊，一般电竞内面，有一百瓦种，总共一百九十三种。咱想看卖，一百九十三铺都要偌侪时间才拿来玩呢？ 伊就爱详细去读诵内面啊有关王生净土诶修学，那这些资料拢总个抄出来，解释去破经，啊，无容易啊！但今仔日去。 看了这本书，爱心感温馨，爱心无用劫来难做无上，达你达古龙马是发布啊。 年少过大，修不习等啊！但用一生的时间，清就亲像海贤老一尚，你才会去度掉一百十二岁阿翁生，九十二年，难算是当时咯。 九十二年，但是九十二年，嘛，是啊，一单字啊。啊，生教叫做世界无良秀啊，啊，毋知千万劫，千万劫是形容，比如千万劫也是教头的时阵，教头的时阵。 无量寿啊，无办法算呀！这个无良劫当中，主宰随意，都亲像灵智大师。 该是，揭露尽能力讲呢，弥陀净土境界殊绝，殊其殊胜，这是超绝，无人会当盖来比诶。为什么？圣天东辉啊 这些人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希望世界无这种现象。那宣告给了世界，给了世界，确确实实有殊托，反省同机套方便有套是不种因套上极光净土。 啊！是帮世界要公告这个圣贤大会，显示佛家化身大师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三智，这款的大菩萨、三贤菩萨，声闻言格。 要有六道凡夫，大家同款做会，啊！这会都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大会，祝佛如来菩萨拢伫遮咧听，往生的人嘛伫遮咧听，叫圣贤同会。 文化我都真正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寿命应劫不提菩提，今有五六不灵故处。 知不足苦，以为可乐；空想古照，主性疏，以乐何强？以乐无强啊！这内面诶文理无等啊，包罗万象，内面啊，包含诶无量无边。 无比殊胜的善意啊，所以其乐无穷啊，过坑大将有心，但一定得爱相信。 这部子，无两修经，内面无一个字是假啊！我、哦、蒙古老老实实，给西方教育世界介绍互咱。啊！逐句话拢嘛是真实话，啊，咱读上学习。 哎，非常认真，一句都唔能去闹交去。下面这段经文，特别的困难，我先编的，用心良苦啊。 可靠，博心到极处咯。先看经文，一果精进，以前唔该，大家拢嘛爱精进，求心所愿，但心之所愿，无非是成佛，无非是度众生。 无跌亦会，毋通怀疑，毋通有会。只为过旧，什么代志呢？形必变的，七步香中五五百岁啊，受之哎呀。 即地个人讲出一项大志，叫做世界无边的，人毋知影。咱若甲念落去，即会注解，甲念一遍啦、啊。这阵追逐。 依款大众寻求降落，福如众生，这是搁再困道众生，应下利益，免死变地，到即地呢？伊望讲咱会当往生顺利，因为有二咧。 为三星障碍啊，这个障碍也够算未歹，你嘛来到极乐世界咯。但是呢，无品位，连下品都拢无，你是第品位以外。对啊，什么原因？意无动静，心无达到极处啊。 而且是阮对这世间也个是有留恋，也个是未当啊，完全啊放下，这就是问题咯啊！所以这阵甲咱公诶话应下一些，边说边地。 什么是贬低啊？是为如来开始的第四点经文，依故精进，求心所愿。是啊，看将行境专修一心正业。 无蝶与会啊，作位故桥，这点来注意啊。为什么别安尼讲？一定是有未少的人来到极乐世界，临门咯，兼着方向，无向大江灯来去，将去边下去咯。 应该是这款精形，但是呢，也等来，不过来耽我这我爸你呀，哎，我爸是，我爸是应该都是咱这个世间的生活啦、啊，因为叫做世界伊都无你给日啦，无这开念。 啊，咱反腐有，田林麻屋，叫做世界无啊。所以，以这个税官呢，拢在用咱即边诶，即款诶算法来讲，最重要是专修一心敬业，即四点重要啊。啊，行经专修。 真诚恭敬，为学会无会、啊、会者，但是以中共嘞兑换啦会是过去啊，咱哋诶，即 我认真学习，那多少医学攻成诶，总算个未歹咯，伊问题无大，毋是真严重诶医学，是毋是讲即种医学家己拢唔知影，家己知影都未医咯，都了起种麻烦。 只是耽误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都无真长都则。我讲过咯。是看大众无用意气，自性灾患，以免生弊变低啊，受阻碍呀。这个碍啊，都是咱。啊。就是 就受着心款难呢，看未着佛，看未着阿弥陀佛，听未着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别行的无故事都、就是即、这个。啊那是公啊，真正的正经，修行到极了，世界咯。 反省动机错，哈哈比翁星，变龙心，嘛，比较高明。哈哈，变龙心的人，有给了世界下当啊！离开这个大会堂啊，去看到分啊文化啊，不积无功，然有底给了世界，也会来对啊，回报一个底下。 在待五百年花才会开，也麻烦都是这代呀、啊。花开见花这在听、啊、经文法啊，都拄着这款困难，是高家进入世界花都无开，所以叫变低，或者讲是异城，或者是、啊 海曼国，在明清是这项代志，以免生比、啊、变地，就住哎呀，变地家，那名以前海曼国。 六轮月五百岁中，常不见闻暂布，安乐国土维持遍地，亦外胎生。这个古道应该是常不见闻暂布，下面安乐国土维持遍地。 也有啊，提升安尼读都无错了，嗯怎样讲有这款代志，下咧是艰难啦，是这款艺术。家乡所发注重心阶断息明怀疑是变的，你福经。 乃至五百岁会未开呀、啊，未开，听不得志，十方供养诸佛，这是叫做世界无比殊胜的代志啊！真可笑啊！这些人都爱伫遐啦，啊，多一支啊！ 什么时不会怀疑咯？什么时阵清净心生是是起来咯？一即关就通过啊！所以最后，那连眼前都不会怀疑咯啊！韦叔来对公安今后始终不退明精进。 有心思愿，愿求往生，努力精进啦！心愿启名，远求愿往生。只在这方面精进，其他都应该系放下咯。 水花火花落嘛，应该红哈是大功德啊，大利这个利这多大，不是咱。在多维呢，在佛法的红团。 咱既然所处的是下摩尼佛的万法时期，佛的发问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万法一万年。啊，咱是万法一万年的第二、第一千年。换一句过讲，后面还阁有八千年佛法。 毋通讲互伊登去，爱戒行啊！啥人戒行，戒行，迄著是在耳识加摩尼佛，耳识加摩尼佛一心，讲经教学，只有讲经教学，才会当学好慧命。 袂当中断呢，那要学经教，是为弘化圣团，为着即样代志啊，弘扬佛法，甲、呃、经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依靠修行做一个榜样，互人看？啊，我毋是讲只跟人讲呢，我真正做。 性完形三行古著，也都要有人来成团，不好忧伤，无休为待。无人成团，佛法就灭去咯。成团佛法无量功德，啊，成团佛法毋是讲一张纸啊，娘。 一个文凭啊，毋是是经论啊。你会讲一部经，你想要弘扬一部经，你想学生诶时阵，叫学生嘛收一部经，即叫传法，毋通中断。 啊，咱诶反面是对因公歹思，传互里边人老技术，你老技术传互咱，咱来办学，来传学生，咱也无对不起老师啊？咱来培养学生，培养下一代。 有能力讲这部经，有能力学这部经，希望伊啊比我更加舒心。学生交给老师一片光明，学生不如老师一片黑暗，啊就是、那就错了。伊学者不了和帝国会。 有会小恶作粗心，有疑未检信盖，这讲话真清楚，真明白咯。半途而废，作为告求者，咱讲提心提转咯、哦。被告不以为啊，主甘事变得过。 伊啊，伊诶咱毋是八项诶，是不拣三宝，不闻经法过，会说只解较详，会说解释啊真好啊，比较较详细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咱着学习到即地。